你今晚我来上班，我拢唔能生，我来收着。我是讲要走去哦，我一把我来收着。这个小姐你讲不要哟。来来来来，我拄仔你看啦，有是免费无？是免费，咱拢开玩笑啦。麦克是不是安尼尔？麦克，麦克都好了，麦克都好了，麦克都 OK 差不多在四百块啦，我无装装出来啦，三百。无，等下无联络，我去买门牌好啊。来，我咧看时间来，我看看，我搁跟提出来，我看。飞机啊，买一百个房啊，飞机啊，买一百个房啊，我看要破土楼啊。买高一点。啊，真个哇！无你买尔无啊？啊，一半夜我搁做，我搁问一个人去来三百好无？来只。无来买飞机啊，一百个收得来。啊，一半夜三百。无，伊今仔无无无十分钟，不十分钟就好。来的话，伊啊啦，来怎样的啦？来只飞机啊，要怎样啦？来你看时间啦，三百就只能就是算了。难投好多。 两百五。南投是因为是一个乡下凹的本地，几乎没有风，好热。来来来来，来接过。谢谢，谢谢。过一百回机关，来来来来来。这回机关真正真好吃，谢谢。过一百五。 啊，搁一个人去啊，去了没有？拢无理由啦，一个头一两三粒的啦，真正来，啊，搁一百块啊，用个人无啊，啊，得平啊，无啊，上好啊啦，平安万年啊，我都买两百块啦，两百块，接一两下啦，这个有包起来应该存钱了，无啊啦，这个包起来应该要吃，要吃八七了吧，要包起来等下来蒸，啊，这个鱼煮啦啦，这规地都用汤的用饭的，要回去了，爱回去会使过好啊。 伊回去啊，这遐，这小美，你电话挂完啦，这遐花灯啦。啊，今日这不爱吃啊。老大卡嘞。嗯。 阿嫂，你那包起来对吧？这样，来两百块。来，阿嫂，我们一百，一百，小家庭的来，最后我们一百来，这点更难，我卖一百，我是来多送一点变卖啦。那无啊？无啦，我头三万几包啦，还对出来。我阿妹包了。不能，阿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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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
我们会有北京派的这个。我刚刚讲是北京，当作河那个头，都叫我那个北条尔啦。
这包我都有卖下去啦，这包内内底我看看，内底多少种啊？这内底有六种。
六种，即有飞机啦，即有一只飞机，一只白鲨啦。我刚刚甲你讲飞机，个白鲨啦，足侪人听无个啊。白鲨啦，甲飞机啦，搁一只白鲨啦，搁一只塔克啦，来只贡丸先来啦，来只四八贡丸百五啦。够有人咧问贡丸嘞？来贡丸来啦，来百五啦。来，我搁问一个啦，来只四只贡丸啦，来搁百五啦，来只四八贡丸搁百五啦，有无？贡丸有无？无人爱来，真正无人爱来贡丸来。有讲完无？没有啦，无啦，无啦！我甲你讲，即马中档小时，我先甲问一个条啦。即半夜今仔载较济出来，拄只啥哩物件，要等我三十秒，三十秒就好啦。即半是即种飞机啦，拄只哩飞迄个飞机，拄只哩飞迄个飞机，第一只无飞，飞死了八岁。即只搁较大只，即个搁较大只，即只搁较大只，这是另外一种个飞机，伊大只，大只飞机啦，甲你撩肉起来。我倒一个比例互你听啦，阿三，你捌看迄个塔克无？这只叫塔克啦，我掠这只给你看，你注意看一下啊！上我掠这只给你看，这是机长的主卡的。前后都不对呢。你敢知这只偌大只？这是塔克的塔克啦，这是大只，是种飞机啦。这你等于哦，八等于哦，你等于大地甲这个小地哩，你都用炒椒、炒大油啦。隔壁后日卖青菜啦，卖迄个芦笋啦，卖咖啡笋啦。即阵仔我甲你讲啦，敢若高丽菜一粒大概200几块啦。即两包飞机啦，莫讲一包外口你卖啦，百二两包二啊四啦，我招两个人去啦，开200块。飞机诶，帮他两百，七百块二啦，无白话我笑笑啦。而且你若要我那吞到要配地啦，全台湾省我都袂上俗啦。我那阮少年的当个，即马了我笑到要死呢，真正呢。阿伯，你那袂得俗。两百。了，我想看一面桶的，这算面桶的，来个200块。过200块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无人啊来，注意听哦，我咧卖只，啊无安尼啦，最后搁一遍啦，无再换迄啦，我本来要卖换迄盘蚵仔，那边旁边旁我家来倒啊，我搁问一遍，恁有想要加买的人客，有食袂完的，厝的人较少，卖搁着讲个规个无的代志着啦，最后一遍，一百无，来右边，头头来，慢慢的，看好再来，搁一百无，飞机白花枝肉。带有人来，我来收掉。来，我对只甲你讲这個，来，你注意听哦。我甲你讲过，我习惯就是安尼。啊，但是后壁这后边的恁注意听者，我若卖过，若无人买，就袂使去包过啊。一包我卖80块，只两包我白糖，安那卖我唔知。我刚才我出来，我卖180包，两包我对只两包水哦，大天哦，百二多。来，若要食饭，若要食百二，即摆一片。啊，我若今日无百二，也卖你啊。来，搁百二，来再一个。啊，别个好无？好啊，像你们吃鸡吧，阿伯哥好啊，这里包，哪一包垃圾什么？垃圾做两百包，好的啊，都好了，我的盘子好，虾吗？六十个，来，先前面大哥，像你们吃鸡吧，够哪里忙？无人忙。够了，你忙，无通走啦。开球我看，等下啦。第三，我来行啦。就看这行啊。不对啦，我看真歹势，我知啦，但是这队伊也是来是无遐快啦，尤其是咱头前真正是多几个人客啦，这队伊也叫做颜色啦、预算啦，这一队外口咧卖啊，菜车咧甲买啦，一队行情啊，伫咧300-500啦，阿三小弟，这队若伊啊，这队伊啊来伫咧餐厅用行个行价，一队啊伫咧200块啦，扛起来，摊啊摕上来，伊啊倒顶摊啊好，麻烦济，我甲你讲过啊，要做助手无遮快，但是因为我要求足严的，我带伊对着我就真正的。进两地啊，卖你啊吼，下里一斤800，啊若无你等者，阿姆我用看，这三地给你啦。
跟你讲，我一人送七百二啦。总共一句吼，我做也存在尔啦。卖讲哦，卖三百，卖二啊五啦，大地啊，我招一个人去啦。啊，最后搁一句着，搁好了，闹赛啦。恁老师啦，卖讲笑啊吼。我讲最后搁一句啊吼，注意看哦，两百。这大地啦，又是小地啦，一地你若要五十，莫当吞落去啦。来啦来啦，我甲你讲过啦，恁老师啦，就靠原地啦，四地啦，是三地啦，来啦。我知啦，我知啦。爸。这个妹妹啊，笑笑，你是不是都买这一地五十？啊，我最后搁问出来啦，来，我最后搁一个人客啦，来两百块啦，一万两百块好不？袂使警察的了，你买两地。你那边安尼，你若要敢当买买嘞，我就存进两三块尔。你那边安尼啊，哦，伊伊太高，伊太高包价，伊太高包价，存只俩无啊。来，最后搁一个人客人，来一百，拢无啊，这个是真正无啊，无是无你卖一百的，你见啥来了？这个切到灯，切到灯了哦，一块切只两块。来，点菜，对着你讲啥？来，你要食啥拢讲，冇紧啦。来，慢慢，不要慢慢。都好伊啦，都把十斤的做一包伊啦。对，请你问诶，这三包。这什么？八路啊，三包。当然。你是八路，你是在里面啊？三九包。好啦好啦，好伊啦，大哥的人，安尼你安尼讲，我咧做歹势啊，真正诶，我诶人惊客气啦。你在里面咩？我知啦，好啦，我诶讲，我意思是讲，我诶人惊客气，你安尼讲，我顶多唔敢喝白米啦，我白米一看你啦。我跟你讲，只头两万八千几块，你等你家己算看卖嘞。好啦，你怎么这么多？这卖无三百啦，实在讲我加卖你看你啦。这一百，太多啊啦！老师，这个不然这水料卖一百块，实在卖到两百爱困，无搁听哦，无假心脏，无搁听，好心找只了钱，你拢看无呢？真正嘞，这真正，看菜刀啊！啊，送迄一斤两百，你敢有听到？再卖讲一百，卖讲五十，三十块。我来收过来，收我再来收来。我来买包起来，来点菜，你买点菜无？恁家买点啥？有无？有无？有无？哎，真正无呢，气死人！这问三遍无呢？来，一包了哈。做啊，装一撮啊物件，啊，我看你是要等到几点啊？你食啥物？想买一个鸡？诶，只差不多九十块钱啊，卖出价啊吼，我了钱啊吼，六十，包伊啦，这无啊啦，真正无啊啦，这九十块，来，搁减一半去啊啦，这两包是双黄啦吼，这等下你规包等下吼，无油价用钱啊，这一包二十只啦，大只啦，卖讲笑无啊啦，啊一百对啦。那这包不，你看这有水无啦？来啦，嘿啦，别较紧嘞啦，别较紧嘞啦。我阿三阿是来吧？大你去啊，你阿真好吃，海鲜煎啊，买好看。一包了。哪有人来？还收收贵啦？你要到底了？你等一下啦。你若无，你等我一分钟，我用看。啊！要千斤的照千斤的，即马来替我千千的，咱帮我二转钱收个落啊！啊，若无你当我用话，我甲你讲，我用话绝对比用钱的搁较俗。啊，你若会惊，我无会讲。啊，我先甲你讲者，即种物件，别搭你卖一斤超过两百块，只要你卖，你卖不两三担、四五担，足济几担、十几担，大佬你卖，大只倒一担无你卖到底的。来注意听者，这大量的三百亿元呐！你若要吃一遍呐，啊，咱卖搁在咧咸的啦，这是真艰苦卖啦。我跟你讲，你注意领坐啦，阿桑，你唔敢跟我相输啦，再一斤重啦，这里一斤重啊，我出过你帮作做呢，我跟你讲，我耳仔帮你传过你，再一斤重，这碗啊大粒啊真重，够轻啦，只要大概才两斤啦，阿麦啰嗦，一百，我先包你啦，来听啊，你三百二万，你三百二万，小姐，讲完无啊啦。讲完也未，还阁等一下啦。我是甲你讲真正的，我阿舅搁咧做，头过来阁半点钟落来啊。这阁一粒啦，你捡起来啦。这三百元你敢骗我贪无？你骗我嘛呢？
无搞无搞，给看你今仔头家咧起笑，真正诶。老师在那弄不打 ，Michael， 又在笑想爱沙尼亚。今天他给你起笑，我拢笑他安尼尔。今天他弄笨蛋哦，今日来，今天，今天要卖到俗的啦。今天你心情好，我跟你讲，对我来讲一礼拜上我上介意的是星期二，因为吼、哦、我星期三跟星期四拢休困，今天是快乐的星期二，对。你刚才我过来对着星期二，我心情蛮好，因为明仔载休困，后日休困啊，我一样等你哦，另外我要去啊。暗时要加班啊？无啦，拜五要加班啊啦。你是等下，你若讲无啊，你咧拜六过。你去钓鱼啊？你哪多讲啊？真正明仔载要困出来去钓乌鸡。人生简单，食到这个岁头来哦，实在是无啥物大兴趣啦。真正，咱讲实在，我无啥物歹习惯，我爱钓鱼啊，甲游泳尔。不哪鱼？我出去啊！我本来叫讲买对啊啦，你等坐啦，阿姐啊，你等头我一两分钟啦，有啦，真正你问伊，我拄只迄鸭仔开去，我叫买开啊，花了钱的，迄大只鸭不啦啦，你看者，你等坐啦，你先买提钱，你看者，你看会怎买啦？我先爱先买只套丢嘞，人迄鸭把你放套丢嘞，我叫只甲讲过啊，你看好看。来啦，咱搁问一下啦，你赶时间，你卖啰嗦啦，粗粗俗俗啦，100块。安尼啦，莫搁讲笑啦，100块，走来，阿包伊啦。阿叔啊，你小等者，我甲你讲，这个阿妈吼，伊咧目睭乱目阿久，你等者，我先问一个这个透气的，啊伊若无，我提，你讲要买哪鱼？我等下开来你看，啊你先看这，反正你嘛爱买，因为你嘛定来咧买，啊这一斤我真正卖200块的，菜市你卖还卖200块。卖牙差了。爱沙尼亚的收入比较高了，我记得是应该是白俄罗斯的收入比较高。来沙巴。有人会下，有人袂下。我阁甲你讲一下，安那袂拢了钱啦，啊全袂拢了钱啊。啊，你若有咧买这个套餐，你是今仔先卖牙买，你先去办牙了歹济。啊，你若买袂过，我腰酸骨要死。我阁甲你讲一下，300块了钱。第二圈这边一直都很国际化。哎呀，真的。好啦。嘛，这一只会再发。看我的名字就知道了，私宝税国际宝。你再慢慢慢慢再。好啦，那个讲起啦，你脑袋都叫你呆啦，我爸爸啦。这套丢有四宝啦，这讲跟你讲保证扯啦，足好吃啊，足扯一种套丢啦。我知道爱沙尼亚最可怕的收入是来自于所谓的网络新贵，就是电子网络的部分，但是一般人的收入，年均收入大概在5000美元以下。注意听，来100块啦，别来洗碗啦。好啦，我处理就好啦。那你会进我100块，你请看卖哦。你不能在信不信？我一百。麦克，加够了吧？要不是我离婚，我早就说你的支票，你的支票我出，走，我们飞过。